小姐姐电竞，一个做游戏视频的小姐姐。在2月26号晚大仙的直播中，我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，一个引人深思的名字，锤锤。好，云星有了，现在只要是脆皮到我脸上就是一二三连招，拜拜。人很多闪现走是吧，阿莲你这一波一定要注意了，不能太浪。我锤起来转起来，他这边大刀刷我嘛，我不走，我不走出去，我来不及再红。如果这时候有人在我后面二一三技能大招支起来的话，可以。阿莲等我，我来支援你了，请求集合。你有大招吗？好，我们三二一上，阿莲接技能接大招，看到没？可以，这一手一气是吧？我来帮你收掉人头。哎，没有，烧死了，你烧死他了。阿莲，我来了，来吧，我们来一波配合。你等我先石化他，好吧 ？OK， 我石化到了。阿莲，你不要出卖我。对，没错，阿莲，啊，你看这一波，一气呵成。讲道理，我们这配合天衣无缝，你觉得呢？阿莲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杀他，你看到没？我这已经石化他了，是的，阿莲，给你了。你觉得我玩的怎么样？你不夸一下我吗？你真的不夸一下吗？我觉得那一波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在让你人头？你讲道理呀，阿莲，我们继续配合吧。自从那以后，我晕到三个人，没有人去帮我接一手大招，让我很伤心。阿莲，我们继续配合吧。阿莲到底是谁？阿莲只是一个大仙黄金娱乐局遇到的路人而已。小姐姐希望你，如果过去不开心，请忘记，珍惜当下。上班上学错过直播没关系，小姐姐电竞。